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势力，对于任何人或任何事，都会用自己心中的势力表来对号入座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十二星座专属择偶势力表。巨蟹座的是安全感，水瓶座的最迷糊。白羊座人一般都是单纯无邪的，但一部分羊羊有点小色色，喜欢看帅哥美女，往往一个人的欣赏还不行，一定要有小伙伴参与讨论才有趣。金牛座人可以累一点苦一点，他们能接受，但绝不能接受没钱没美食的生活。对他们而言，世间唯有金钱和美食不可辜负。双子座人的机灵与聪明让人自叹不如。机敏的他们知进退，善于看人脸色行事，并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。这样的他们人缘很好。巨蟹座人天生带着一丝伤感，长期与人温暖的他们其实很敏感脆弱，缺乏安全感，家永远是他们安全的港湾。狮子座人很独立很自信，更喜欢有个观众赞美自己，一个小小的夸奖像是一颗糖一样甜到了心窝。处女座人对任何事都有着极高的要求，可以说是挑剔，各种的不协调使他们难受，只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做舒适放心。天秤座人是颜值协会里的钻石级别人物，他们会一改平日里的犹豫不决，当机立断的以颜值为决定性的因素做出抉择。天蝎座人有着坚定的品质，讨厌虚伪欺骗谎言，即使自己承受了多种委屈，他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独立承担。射手座人的人生永远追求着大胆又冒险，刺激又新鲜，太容易的是他们很不屑，没有挑战性就没有。摩羯座人非常有责任感，做事踏实又有计划，在生活和工作中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，但往往表面越是坚强，内心也越是敏感脆弱。水瓶座人对于感情很迟钝，常常弄不清楚自己的状况，不知道想要什么，也不知道怎样去争取，觉得很迷茫。双鱼座人超爱幻想，对于爱情他们期待着一个完美如神话般的爱情，只要是遇上自己的良人，他们可以为爱情付出很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